我的天啊，真的是太惊讶啊！我们50多岁的中国大哥，在这个吉尔吉斯斯坦啊，找了一个20几岁的老婆，然后现在孩子都6岁多了啊，然后现在他老婆和他老婆的妹妹都给他工作上班。刚才回去睡了一觉啊，因为太热了，吉尔吉克斯坦这边，然后出来转，然后这边的话是在办一个落地签登记啊，因为很多。当地人告诉我说，如果我在吉尔吉斯斯坦这边待超过5天的话，就让我去办那个落地签登记，因为我的是旅游签，30天的签证啊。然后，如果说，超过5天没有办那个签证，出境的时候可能会被抽查。抽查的话，他们的意思就是可能会罚款，发那个人民币大概发1000。但是，因为我今天就转到这里有一家川菜馆啊，碰到了。我们国内的一个四川的大哥的开饭店，他就告诉我说，好像旅游签的话就不用办这个啊，但是他也不知道啊，特别实在啊。然后我就在这里，吃一个川味，然后和这个老板也换了一些这个人民币啊，微信换了一些人民币。然后你看他这个菜馆的价格都是很实在啊，像这种500索的话，就大概就是40人民币左右啊，一个菜。这儿就是专门旅游的人住的，大哥，你是贵姓？姓李，啥意思？你我是那个拍抖音的，我哦，就有把你推荐一下吧，因为今天遇到你没有，特别高抖兴，音挣钱吗？这个那个就是拍了玩，大哥给我来一份那个青椒炒肉吧，就像对面这个大哥一样，老板你做的这个菜特别好吃，然后他这边的是不是这个肉也比较好啊？他这边，对，这里都没有吃饲料的。这个肉，饲料太贵了。我这个肉，这个肉特别香，大哥，我听说你在这里也找了一个老婆，而且很漂亮啊，我听着都有点心动。像一般来说就是，这里开一个店，然后就找这个员工的时候，就刚好就按这个找老婆的标准，是不是？传授有点经验嘛，他是厨师，以前在别的地方上开饭店上班，然后厨师跟那服务员那勾搭上了嘛，找老婆，现在自己开的嘛，他快20年了嘛。那挺好的。这里女人多，男人少，我这边女人多，男人少，1:4，是有点夸张。找是好找，但比例多少我不知道。原来2004年来的是1:6。大哥，你多大年纪了？50。那你找了一个几岁的老婆？30岁。那你们有没有准备要孩子？有了一个，已经生了一个了。6岁了，这待了20年了，中国老婆不跑啊？在中国都是男多肉少，你知道吗？对啊，在中国不好找。在中国现在找老婆太难找了，现在已经吃完了啊，特别的好吃，然后吃下来是600索姆啊。好，认识这个老板和一个我们国内的大哥，也是非常的高兴啊。老板，这个是你小姨子，就你老婆的妹妹，还单身吗？单身。我们看一下，她是什么民族？克族啊。克族。克族的话是不是穆斯林那种族吧？是穆斯林，他半个穆斯林，好像猪肉也吃吧。他会说英语吗？Do you speak English？他们就只会说这个俄语。他说中国话。哎，学中话已经去中国学上了一年了。哦，已经上了一年了。对呀，他听得懂一点。不会说害羞。对，有一点害羞，年纪还小啊。你看，像这个大哥50岁了，来到。吉尔吉斯斯坦啊，还能娶一个比自己小个20几岁的老婆啊，真的是让人羡慕啊！这个，现在我们在国内想找老婆，哇，太困难了，这个又卷。这里找的基本上都是比自己小10岁或者20岁的。对，在国内你要找一个比自己小10几岁的，人家都嫌你老了那个。这里不会，这里话小个10岁都正常的，10岁20岁都正常的。这里可以娶4个老婆。本地人可以娶中国人不娶4个老婆。这边本地人可以娶4个。对，那这个确实是有点这个女孩子泛滥成灾的嘛，这种。地位稍微低一点。比男的高一点。这感觉这个是一个红海啊！现在
我们很多国内的人都是跑尼泊尔、跑那个越南、跑老挝啊，感觉这跑这边的人还不太多。都在国外待的人都是在国外待不住的人跑出来，待得住的人谁愿意跑出来？对对对，待得住的人，好找的人肯定在国内找，像我们这种不好找的人啊，可能真的就不知道了，不知道命运如何安排了啊！我的天啊，真的是太惊讶啊！我们50多岁的中国大哥，在这个吉尔吉斯斯坦啊，找了一个20几岁的老婆，然后现在孩子都6岁多了啊，然后现在他老婆和他老婆的妹妹都给他工作上班，所以这个确实，你去到，你要想找国外的老婆，最好的方法，就是开一个商店或者开一个餐厅，就是有一些自己的事情可以做啊，然后再通过招这个员工的方法，然后就按你找老婆的这个标准来找就行了啊。他们大部分都这样，如果自己空着手来找的话，难度会比较大啊，因为现在我们很多这个国内年纪大一点到适婚年龄的这个男人啊，很多他国内找老婆的成本太高了啊，彩礼也比较高，那怎么办啊？就想去国外找。在国外找的话，你又没有这个钱去投资，你就空着两个手去找的话，说实话这个难度很大的。因为首先你去认识别人，别人也怕你是坏人，对吧？搭讪啊这些，除非是有人给你靠谱的人给你介绍啊之类的啊，但是那个也需要一些相处，然后还有各种各样的一些适应啊，然后还有他们一些文化习俗，都会有很多问题。所以这个东西啊，大家就慢慢的去了解啊，通过老周的视频也认识到这些事情。